好，重新一段。哎呦，哎呦，还有出现还有动画呢，Hunter 来了。哎呦操，卡洛斯尼玛！哎，这个 Hunter 好像跟以前长得不太一样，他这个嘴巴重做了，这嘴巴感觉像是……哎呦呦呦呦呦，秒杀！可以，不是那个是伽马，这个是贝塔。我操！操，牛逼！哎，怎么又秒杀？这死亡还按到了，就跳劈呗，传统跳劈。以前是舔舔的招来着。啊，好像这个也会 ，Hunter 也会。交了两血。该补血了是不是？我操，你这硬的！有逼！这也太硬了吧！哇，自枪子弹几乎都全交了，上交给 Hunter 了。还要从那边绕一下。进护士站。是，他会各种撤步、滑步，太屌了。shit， 你已经看见了，你已经看见他们了，然后你接下来要进去。哎呦！我能不能跑过去把它捡回来？冲过去！等一下，我想没想好，习惯性的掏刀了。算，待遇受到这个 boss 待遇的这个丧失。红草也没绿草了，现在
用闪光吧。里面两只一定要打掉的吗？我东西捡着跑了，不就完了？对呀，我也这样想。捡一所。诶，然后我这个子弹上一下。还没弄完，还是啥玩意儿？好，摸完了，走了。好好好，你们继续，你们继续，打扰打扰。哎，也跑了。你不见得还会跳楼。好。还有东西。双弹夹那是啥？这个药我觉得卡洛斯应该够了，要不是那个绿草红草，绿草就留给吉尔。卡洛斯身上的东西是不是不会继承给吉尔的？不继承的，那就把这个。那就把这个草留给吉尔吧。这音乐怎么回事？慢慢变得激动了起来。简易锁，绿色草药，二楼中庭。现在剩下的好像都是简易锁了，就那个保险箱是可以开的，其他都是简易锁。楼梯上来的话，直接从天台外面绕一圈，然后走这儿，就是保险箱。双弹夹真的要吗？因为我现在按照流程还没有知道密码，密码不是说在手术室来着，紧急入口。我操！你怎么那么多人啊？你怎么活的？我开门走人算了。哎呀，我不应该拿，算了，拿都拿了，组合吧。15.93，好，那你再上去一次不就？我操，这么多手雷！
不够用啊，都是吗？那么惨，两手雷，两个闪光，现在没东西啊。手术室他妈放那么多弹药，刚才说九什么九和六呢？还九和三啊？直接冲出去吧，直接冲出去，然后上二楼，再去拿一下那个双弹夹。哎呦，操！我们不要跳关，对不对？拿到密码再去看，看开开密码箱。从这儿绕一下。这个 Hunter 他不是瞎子，就比较难搞。按照正规流程，笔直过去就是护士站。哎操！尼玛，这不是动物就是之森。哎呀，我还是上子弹当中。哎，否。不知道存在哪儿呢？存在这个地方。那我这钥匙卡还没用。嗯？那握把已经装上去了。嗯？什么鬼？这应该是第二次跳下来了。去检查吧。战术握把，战术冲锋枪，对，都有了。对，是这个。操！忘了这个。可以拿这边，然后我从那边出去不就完了？哎，哎哎哎，哎呦操！老哥老哥，等一下，好商量。初见，初见还没通关。等一下，等一下，这个这个 hunter， 这 hunter 不太对。冲！开门！哎，好。九六，
Whoa, shit. 不是93，妈骗我！这样卡洛斯这边应该清干净了，剩下没拿的都是简易锁的，是吧？紧急这边还有一个，这边还有一个，手术室居然还有东西哦，就是这个小玻璃间里面还有东西，应该是。那我们再从楼上翻下来，是这意思吗？再翻一次，那个绿草我是故意留下的。哎，又没抓到我。亨特好气，妈的，又给这小子跑了。我有点在意那个地方，还是要去摸一下。先把这个女的他妈刚才坏有好事儿，漂亮。好，这个地方一个草，一个简易锁留给吉尔了。是不是这边？是这边，那就对了。All I wanted to know was what the documents were doing in your office in the first place. Who do you think you're talking to? I'm goddamn Nathaniel Bard. I'm the best biologist you'll ever meet, you bedpan-changing waste of a nursing degree. 我想听他说完。Of course I have. Connections higher up.Of course the military consults with me on projects beyond your comprehension. So stop wasting my time with your nosy questions. I'm sorry, Doctor. You didn't read the documents, did you? No, I shredded them just like you asked. Good. Good. 这个男医生有点，哼哼。Wiping your patient's ass. That's what they pay you for, right? And polish my shoes.I bet you know a lot about polishing, don't you? Now fuck off and don't say a word to anyone. Oh shit! 一个绿草，看上去不妙。Oh shit! 这个人看上去还会起来的样子，我一定要从那儿绕一下。嗯，这个没用了。好，哎，哎喂。Bard. Tyrell. Bard's dead. He's been shot.I'm looking. Well, look harder. There's gotta be a computer, right? Look harder. 对啊，有一个 computer. 麦克·沃伦市长，布莱恩·艾隆斯警官，就是警察局长。东方餐馆，9月10号，好早以前了。星耀。你喜欢棕发妞对吗？哦，这个奈特有屁眼，巴德，奈特巴德吧，这个人叫，是吗？他们有这个屁眼交易，有棕发妞，不让给我。
啊，果然有个。我先开门还是先摸电脑？感觉摸了电脑会触发剧情的样子。开不开？那只能摸电脑了。纳桑尼尔巴德的一电子邮件，收件人，格瑞格泰斯特。病毒，死者会海啸般涌进国会山庄。我手头有一个疫苗，这疫苗不是给我家人的。女人门，美国存亡的关键还是吗？那这个格雷格泰斯特是谁？替我向五角大楼施压。生化对策部队不介入的情况下，拆遣一支搜救队过来。裘老师，大资深。哇，你还会用电脑？哦，9月19号晚上11点。Making this recording and bringing the truth to light, that I can restore some small shred of honor to my name. All of Raccoon City's suffering began with the release of a biological weapon known as the T-virus. 这个剧情感觉会很长，开始讲来龙去脉了。And they ordered my team to develop a vaccine, which we did.I keep samples of this vaccine here in my office. The rest of it is stored underground. But those sons of bitches at the board, they want to destroy it. They don't want the world to know what they've done. So they're trying to erase all evidence that the virus ever existed. No, I'm not a fool. I know they don't want me to...他被枪杀了。I got Jill all along, and she trusted me anyway. 哎呀，你，哎呀，你这证据毁了，你这小伙真是，嗯，哦，原来打碎电脑能开门。Is it here? 我操，还真有一只病毒样本。啊，疫苗样的，天哪 ！Hold it, Jill。这小伙真是冲动。他对那个电脑使用了一闪。T, I got it. Good. I'm headed your way. Be careful. Careful. Have you seen this town? It'll be a fucking miracle if I get there in one piece.哦，我也是这样想的。那么中庭笔直走到接待处，就是吉尔躺着的房间了吧？就这个临时病房。但是我估计中庭这一圈肯定有问题，没有那么简单。哎，果然没有那么简单。还好我这儿清干净，赶紧看地图，不是走这儿，好，安全的。哎，You're gonna be okay, Joe. 哎呀，他剩下不少子弹，不过据说有一场非常惨烈的战斗，我应该想办法把这个。那个放进去，哇，给拿出来。这个叫什么？防守站。哎，我应该存一下哈。保险箱开了。但是他这个是 T 病毒吗？好像是。暴君和这个追都是 T 病毒。Come on, this shit better work.
啊，第二天直接吉尔醒过来，应该是10月1号凌晨啊，晚上。There's still people in the city. You think Uncle Sam gives a shit? Fuck. Here they come. Oh, you sit tight. I got this. 卡罗斯好像一点事情都没有。Better grab some gear. Gear? 我这边好像没什么 gear. 还以为只有喷雾。Sounds like there's a lot of them out there. 急救喷雾留给吉尔吧。真汉子是不需要这种东西。这就10月1号了，哼。I'm gonna try to lower the window shutters. The less entry points, the better. And how do we do that? I'll try hacking into the hospital security system. Keep them off me in the meantime. 哎呦操！四面八方的，怎么回事？看看能不能骗子弹哦。30发，哦，还真的可以骗子弹呢。可能高难度不能骗吧。二代是不行的。哎呦喂喂操，这个窗怎么回事，老是漏人。刚才好像 biu 一下，感觉触发了那个啥彗星。急救喷雾拿不下，是吧？不好急。发生了什么？转接断了吗？啊？在这儿，操，拿不下来。啊？
天哪！现在给我个包，你认真吗？就说有两个 hunt， 我现在只看到一个。炸到自己了。我操！嗯，这算突破了吗？他妈把大厅都炸了，这医院吉尔还能活？啊，那么准呢、啊？就刚好堵住这。Carlos, you all right? Not even close. But at least it's over. I'm coming back. I'm coming back. 那我是不是可以应该把那个腰包留给他吉尔啊 ？Vaccine's the real deal.You going somewhere? You're damn right. What do you think you're gonna do? Whole city's about to be microwaved. Come on, man. Call the government. Tell them we found a cure. You stall for time. Ballsy motherfucker. 这个泰瑞感觉要尸变了你。啊，是吗？没用了。好，吉尔醒了。应该是最后一段了。The city's safe. You're kind of a fool. Quick, hit the gun. Stupid Joe. 被迪亚波罗穿死了。Attention all citizens. The missile strike on Raccoon City will occur in just hours. The
特殊弹头不就是核弹？October 1st. No, it can't be. 就是吉尔在新重置版里面，吉尔到医院的时候，我说卡他那个跟追追打完那场广场 BOSS 战，被卡洛斯救到的时候，差不多分头已经来浣熊市，说至少开到加油站了。啊？为什么会有33发的这个东西？这我不是有一把了？哎呦，急！33发9毫米，3连发哦。G19和G18，现在分头已经回家了，踏上了回去的列车。他的意思是说，那个手枪子弹不要用那个原来那把的意思，是吧？现在这个已经进入游戏大后期了，采集武器也不要用，用点好的。消音器、啊，以后再说吧。等我拿出来用的时候再说。3连发可是用弹的速度也是3连发，他可不知道有没有可以，应该可以改这个半自动模式。我操！我身上怎么那么多药？刚打完 boss 了。地雷子弹，还是带火焰弹？地雷枪不知道后面还有没有用了。把地雷弹给拿掉了，地雷弹用处比较特殊，平时还是带火焰弹就好了。草药的话现在是良好，所以这个绿草也可以不用。再加上哎呀，整个医院里面还有东西可以，好多东西可以搜刮的。门口有个箱子，宝可梦剑盾的选购指南吗？盾的精灵和剑的精灵不一样，你可以去查一下剑和盾有哪些区别，它的精灵的区别，其他都一样。还有神兽不一样，神兽剑比较好一点。He thinks he can do this by himself. I'm going after him. Wait, did you see the broadcast? They're gonna blow the city sky high. I'm trying to get a hold of someone, anyone with the clearance to stop it. Leave this mess to him. He's a professional. So am I.Right. Guess I'm not talking you out of this. 这个家伙。Facilities underground, beneath this hospital. I've lost contact with Carlos. 这真的就啥也没剩下呀！我买的是数字版的盾。我不知道你说的是啥，《生化三》是光盘版，实体版。宝可梦是数字版的盾啊？怎么还有个箱子？这哪个箱子？我没摸干净吗？不可能啊！绿草。榴弹枪可以收了是吗？那用喷子开路，喷子先20发子弹。那我听你的。
这俩不能组合，没有他的装备，消音器就只能给手枪组合，太惨了。一会儿上楼把这个子弹用完，然后存掉。哇，这武器那么强，还是说只是运气好？开路带喷子，应该是运气。你们怎么这样？都不给我一点 ？Oh my god, Magnum！增加爆头率，是啊，你看这不是爆头了吗？不过它地图信息好像没有继承哎。嗯，那个房间还有东西。这不是有 Hunter 吗？所有不对的都是尼古拉，甩锅就没事，就完事儿了。哎呦，炸药币，完蛋，这格子又危机了。下一个存档房间好像有点远。我觉得有必要回去一趟。还是上二楼回去存。他这个提示好明显，那个一直在召唤着你，那个中庭的哪个男。凯尔说：“你怎么又来了 ？You again？” 手雷是不是没必要？带着吧，是，以防万一。绿草也带身上，万一呢？用啊！我想把这把手枪全部打完，然后换那把。这个地方有一个检疫所，然后这儿出去应该从这儿能进到这儿，然后有一个绿草，但那个绿草拿不拿都行，上二楼拿也行。
哎呦操！你这不是两发死了？哇，六发才。可能是我的枪法不太准。爆破弹。拿到了这个卡洛斯从牙缝里省下来的草药。啊，这棵绿草。唉，这个绿草现在先不拿了。我觉得可以吃一个，算了，不吃了，留着，等东西拿不下再说。哇，这个东西好多，这儿沙鹰还没拿呢，这儿还有一个房间，这个病房不知道还有啥。这好像是药草还是啥？先左转去员工室吧，里边还有村长房间。这边卡洛斯应该清了，不是有一只亨特吗？你想开我的柜子？哎呀，手管不住，为什么我要上弹？哎呦，怎么回事？是的，上弹来。哎，本来已经可以把这个枪给扔掉了的。手枪子弹不需要了，省得上弹癌。为了防止上弹癌，手枪子弹直接给你存了。现在这个火力应该够了的。然后从这边过去，病房里是不是还有只 hunter？为什么我没到半血吗？哦，好像是被他老囊了一下。不知道从哪里开始秒了。 Oh my god， 看看，这是回到解放前了吗？看看麦林子弹在不在里面。
哎呀，真的回到解放前了。然后直接独挡，绝！应该二楼存一下，这个夯的太多了，动不动就秒杀。Right. Guess I'm not talking you out of this. The storage facility is underground, beneath this hospital. I've lost contact with Carlos, so expect trouble.This looks like Nikolai's work.这个第二趟跑的就稍微顺一点，可以。中间那个绿草，我觉得先不去捡了。对，马格南子弹要捡，捡上以后回去一下，把那枪给换了。这个是啥门？哎，刚才好像没发现这个门。哦，这个就去地下室的。那我不去，我还先搜刮一遍。我刚才完全没有看见这个门。好，下一个房间出猎杀者，漏了一个日记。好，这个 retry 还是有必要啊。可以，比刚才省力吧。是散弹吗？
这还是散弹，刚才我已经忘了是啊，是爆破弹。行。药还是拿的比较好。嗯，上二楼还要再去一下那个房间，那个全是死人，全是猎杀者，这个祭品的房间。怎么不给我爆头了你？刚好这把枪清完，舒服了。给你存了，哎。好，存一下。这样就不会犯刚才这种错误。存档，开锁了呀，刚才不是散弹子弹吗？来来来，哎，这儿，操，我操，喷子打这个还真是快。要从护士站进去，先去病房搜刮一下。哦，对，手枪子弹要带一点，没事，一会儿。高级火药，卡洛斯捡不了这个。他这游戏，你在瞄准的时候移动，他好像那个瞄准姿势会取消，不知道为什么。但没人的时候我就试不出来。但是就很奇怪，敌人周围有人的情况下，有敌人的情况下，我一瞄准，然后一按，他就取消瞄准了，非常奇怪的，不知道你们有没有遇到。有没有感觉到这里是不是无意间里是治疗室还有 hunter 来着？两只应该出来一只了吧？哦、oh, shit！
居然锁都开完了，这个我要放回去。不是这儿，是这儿。我知道那个地方可以钻过去。那？哎呦，还是死了，卡门都没卡住。那问题不大，就是从刚才那个地方开始。哎呦，我刚才不应该点继续的，还要读个档。哦吼，不行，四发喷子，或者说六发喷子，肯定还是比手雷划算的。带点手枪子弹，刚才有人说了。这种就是。小小的不顺，稍微注意一下就可以打过的，就没必要换来换去，不需要改变策略。我觉得这个榴弹炮好像最多也就六发。先打这个，这个家伙特别会闪避啥的。趁他闪完以后再开枪。会比较好。这个是病房，病房里面就有大火药。高级火药，话说这个可以从这儿过去吗？是不是？对，我觉得我明白了，就是这样打。他们俩守门，哼，守门有前途吗？出来一个，掌握了诀窍，等他闪一下，闪完以后再开枪。所以只是一个炸药 A 吗？好像有点不划算的样子。这房间不应该进来的，亏了。OK， 马格南子弹。接下来就是，哎，应该走哪儿来着？啊，就是旁边这个。要从这儿钻过去是吧？从这儿钻过去。I think I can squeeze by。然后就可以捡到麦琳了。不过麦琳是不是占两格？我不知道看吉尔的那个屁股，只是觉得腾一下东西会比较好。对吧？
一格。升二不是两格吗？啊，升二好像装了配件以后才两格的，默认是一格。嗯，另一种高级火药可以做马格南弹，那存了吧。好，爽，真爽，好多火药，军火库。嗯，两组高级火药就可以做马格南了哦。开锁工具可以扔掉了。哎，走反。又看一遍。这儿也没什么东西，就从这儿跳下去。哦，他不是那种马格南啊，他就是那种马格南。肯多的枪械师，缩圈真慢。应该所有枪械都拿到了，所以才有这个奖杯。祖传的麦林怎么可以用呢？对，就是分头那把。哎，好，前面什么鬼？再回去把这些东西放一放，然后从这儿地下室走吧，是吧？有点迷路。放完东西存个档，下地狱之前存个档。这个怎么了？是我前一枪蹭到了是吗？我应该把他带到泰瑞尔这儿，然后看戏。啊，还好没被秒杀，还好。马格南存掉，然后要不榴弹炮带身上。把爆破弹带上，感觉爆破弹不是很有用。火焰弹存了，大概是这样。还马格南带上是吗？有啥用？打那什么？不用，开什么玩笑？马格南，我留到二中了。好，1小时09分，刚好断一下。